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《世纪帝国三》PSOC 洲际赛，现在是打到一个八强赛哦。他们先拿到资格之后，接着进的是八强赛。AIZ 对上 Angus，啊，因为他们是，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那个连线的关系。虽然这次有开直播，但是不知道什么。确定为什么会卡？好，那这个赛事的话，目前 AIZ 已经先拿下一胜了。地图是新英格兰哦，将大家都很熟悉的老地图。红色，接近7点钟方向是 AIZ 哦，用的是俄罗斯。蓝色的是 Angus 哦，法国。哦，AI 这场应该会吃海哦。这边开始补木头。85肉，蛮多的一个宝藏。选择打木系流，如果是木系流，就有可能不会上时代，不会开那个嘛，有可能不开嘛。140肉也是一个非常多的宝藏大宝，跟齐全的是军备补给官，两边都是哦，400目。Bonjour. Votre ordre? 这 TP 被改过之后，我记得会变得比较弯曲啊。但是这个是又用旧的地图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有分旧版图跟决定版图，这张图看起来不像是决定版的英格兰，比较像是旧的英格兰。这边 AIZ 补下了四场，好，80肉的宝藏，待会会把先拿下来。这边拉了3村要前置，但是时间点好像有一点点慢啊，对手都上二了。先把科技开起来哦，因为他一开始拿去盖市这个交易站，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开这些其他的科技哦，一直先开了一个猎犬。
关系，慢慢开。钢制陷阱也开了。知道有前置哦，通常是开马厩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安格斯这边会选军营呢、啊？好，哥萨出来了。幸亏一直存。五四一三吗？应该没那么简单。哇，又送一只英雄哇！安格斯是变弱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场很惨哦！刚刚已经先让对手拿下一场了，这一场如果再被拿下，而且尤其是法国，相对已经算好打俄罗斯了。应该说，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文明不好打俄罗斯。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输了，就面子有点挂不住。好，这边换打700金双碉堡，好，终于补下马厩了。有点在那个 AIZ 的掌握之中哎、欸，你出火枪这边就直接出丑男了，而且现在 AIZ 也没有要跟你硬碰硬哦，他这边要上时代哦 ，AIZ 这边要上时代，他的700金到了。没有双兵引产兵，要来真的吗？动真格，好像要认真喽。这边好像要认真喽。现在是两渔船，两个轻帆船。乌拉炮厂来一下，没带啊，老艾，啊没带啊，带那个炮厂啊。哎呦，旗子有没有放到中间？有，可以哦，这个可以的。啊，被换速了，被换速了，被换速了。火枪兵数量是够，但是马的数量不够啊。好，直接过河啊，过湖啊，空投，背水阵。
我觉得很不妙。这边 AIG 基本上是在白嫖啊，用这个船去白嫖对方的兵。这样打下去对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，兵都被白嫖光了。骑兵要先过去，先要挨一波炮击，到对手家都残血了。军营会掉，要上山了，时间点不是很好。我怎么是觉得神话的播报界面比较好？资源量同时显示肯定是比较好的。本来三代也有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制作组改着改着就不见了。AIZ 优势非常的大。先等二炮出来。AIZ 其实也在等你的二炮出来。那等你的二炮出来之后，就准备要坐船逃走了。可以拉到两个碉堡底下打。哪个游戏播报界面比三代第一烂的？做得非常好哎、直接上护卫舰，哇！安格斯这波很凶，直接清掉对手的轻帆船，然后连碉堡也要掉了。换个卡牌游戏，连出牌顺序都看不到。Готов. Приказ. 哎呦，安格斯这边找回节奏喽。
子。可以哦，这边打得很漂亮哦，这波防守反击有做成功哦。来换 AID 这边的压力会比较大。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船出来的位置会在哪里，有可能还是会在这里。好，果然来了。要沉哦。马就也要掉了。Picas， 打到回府，这个操作有点奇怪。二国马没有办法打正面哦。好，清掉了。可以哦，安格斯节奏回来了，枪马闪成型。喂，只要这个东西成型，俄罗斯就没得打了。这种时候俄罗斯要赢，要么是经济超级好，要么是兵超级多。很明显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。经济不够好，兵也没有特别的多。这样就没得打了。看不懂。
看不懂安格斯为什么这边拉走。他很怕 AIZTC 会搞东西啊，他在仿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太怕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一直始终不敢太靠 TC 哦，这就是 AIZ 的风格，导致大家会怕他，怕他随时会搞出一些怪东西来。知道他主力部队不在这里了，别 all in 了。阵型拉回来，好，打掉 TC 了。胸甲直接踩烂，完了 ，AIZ 要按投降了。GG。哇，安格斯扳回一城。先恭喜他，在这个系列赛哦，八强赛哦，扳回一城。好，这一场就到这边，下一场 ESOC 秋季赛，见。